想上不了生活这个战场，我会极力反抗，我会嫉妒去想，却偶尔会弄丢了指南星。这是犹如旋转的木马，没有了方向感，来回打转，孤单也只是短暂，不是重来。一个航向子弹能够穿透现实回廊，上不了生活这个战场，我会极力反抗，我会嫉妒去想，却偶尔会弄丢了指南星。这是犹如旋转的木马，没有了方向感，来回打转，孤单也只是短暂，不是什么的。